坐坐，也不要留在走道上哦，避免有非必要的争议，也不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享受我们赛后演唱会的权益。那么请大家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相信在昨天大家听到了非常令人放松的9188的歌曲再来，可以说是让我们回忆到许多好听的情歌，还有他深情的歌声的陈势安。今天在两组来宾，我只能说非常期待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出颁奖中学的同学们的热情，来一起享受让他们印象难忘，印象深刻，非常难忘。印象难忘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印象深刻又很难忘。那也请大家先跟我们说一下，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关掉了。这是什么的吗？关。哦，有点时差。关。哦，那还有点时差。待会我再讲一次关，那就要关了。我晚一点再讲。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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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必须要说，这两天的同学们真的很棒，都一起进场来陪伴我们的汉江中学棒球队。那么，接下来我给各位介绍一下，先请大家空出双手，掌声送给我们的台湾大哥大家长会，好不好？每一年都在这边为我们准备最棒的盛宴，无论是礼品、看完游戏就有机会无限给他。我好羡慕他们，又有耳机，又可以听一整年的买 music 啊，听一整年的买 video。哎，今天还可以做那个买光局的建模，有去做那个3D 建模做贴图的举手。好，啊，你们再传贴图给我。好，谢谢。我想要看一下那个，其实很可爱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有点放大就算了。那如果有做的，会非常可爱，而且还可以跟你们一起互动，就是组成不一样的贴图。那我必须要说，我这一道光好亮，好刺眼，好闪耀，想必是待会的来宾非常的耀眼。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再一次介绍一下，我们先听一下各位的热情的声音好不好？有没有是各位的？待会第一组来宾。我没有忘记，我要替你们喊出声音啊！有没有人是为了不明白就是来的？没有错，有部分是为了汉江二垒是来的。有没有人是为了我们国王来的？是，在。那个我们要，那个是公主生日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待会儿啊，走到雪糕口这边来，好不好？那后面的朋友是建议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因为还有在电梯前的朋友，待会儿不要推挤哦，不要吓到我们的来宾。我必须说，今晚他们都非常的用心，而且其实他们今天很早就来了，就一起在包厢为大家来加油。那么也其实都很想看到，在过程中该对我们拍照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娃应该在这边跳，对不对？还跳那个 game song， 还有那个唱曲。而其实我们的911天团，哇，他很早就在第一天，然后都在里面观看。那其实我都很想去他们一起拍，但是待会没关系，待会我们就听他们的歌声一起拍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棒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今晚第一组来宾，他是从广播电台 DJ 到音乐剧演员，再到演员变作家，又是众所皆知的创作歌手，横跨许多领域的多重身份，皆有亮眼的表现。是一位既贤惠又甜美的百变女子，具有特色的嗓音声线，在脸上就用非常浓厚的情感的方式带给大家深受喜爱，更是得到更多的音乐奖项。尽管就是他最温暖的歌声。最漂亮的声音，最动听的歌曲，
各位朋友，再来讲，你觉得这位朋友，我刚刚这边这样的介绍，是不是跟你非常符合呢？没关系，应该用些赞美吧。那是一定要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吗？啊，成交。那今晚呢，现场朋友、同学们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王瑞如轩。不要尖叫声！我是我的老师。好，接下来大家好，我是魏如萱。
好，
好，那我们来聊一下，掌声会在台上唱，这样子走来走去，而且我可以介绍一下，这个舞台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棒球场，可以这样从一垒到本垒到三垒，直接散步走来走去。很适合看演戏，很有钱。这个低调低调，毕竟我们的集团背后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家，因为我们是富邦悍将。谢谢富邦悍将今天邀请我来唱歌，我很开心的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刚刚唱的还舒服吗？就是这样散步来散步去。可以啊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很惬意，因为你的歌太好听。很适合我们在赛后的放松吗？哦，羽毛球娱乐是来让大家放松，我还是期待人家往前讲，没有这个习惯。我们带着点尖叫，然后适当的疗愈一下，用点歌声疗愈一下。有疗愈到吗？我听到好熟悉的声音，还是女生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来关心一下，今天选择这个背号，跟我们分享的有什么特别含义，好不好？777吗？对，是我跟你心里相处的密码。哦，对，跟你心里相处在哪里？家。哦，想说大家都知道密码了，来，再来再来。我们想要问一下，我们今天呢，有没有特地准备什么样歌曲的安排来带给我们所有的同学们？持续充满正能量。对，然后第二首就是卖，就是如果有些人就照顾身体的快乐，就卖给我，然后就会快乐，所以我就卖给你这样。谁想被买？是我不快乐。好，再来问一个，今天我们其实很多都是很多，应该说全场几乎都是。想问一下，最近有没有什么作品或是公开行程到可以发布一下？就是我最近有在写新歌，然后我最近接下来9月的时候要在香港开演唱会，所以如果有些人要去香港旅游，还想就是可以来看我的9月23日的香港演唱会。现在买机票跟买一张门票来得及。好，赶快的。有人送不了的，没有9月23日九月三号还有一些。哦，很快就卖完了。好，那我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这是一张 A4 纸，对不对？那它如果对折会变什么 ？A4 纸会变什么纸 ？A 几？那如果很多张 A4 纸一直折起来会变什么 ？A5 就很多张，很多张 A4 纸。对不起啊，很多答案你也知道哦。A5 就是一张 A5 的纸，然后很多。太远了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接下来怎么听歌曲？那跟 A5 有关系吗？非常的。是。这家店名叫什么 ？A5 哇，是这首歌叫《娘呀》。掌声欢迎。面对面看着彼此，假装。
常挣扎，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。什么？
挥挥手。非常开心，大家。但是，接下来，刚刚可以说是非常荣幸，我们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。但是，各位朋友，各位同学，接下来我相信今天赢球，所以累不累？累。这个声音有点累。但是不累，没有要三天三夜，我们在金马一起享受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先来介绍这一组来宾。这一组来宾应该也不用多做介绍，好，所以介绍我们。没有了，稍微介绍一下。接下来这组来宾，我必须要说，待会你们都是不累嘛，那就请拿出我们汉教同学所有同学的全力哦，跟他们一起。把我们现在应该不是新庄城堡了，应该算是新庄大舞厅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，待会一起看好不好？好。哦，这样吧，刚刚我还有 cue， 我们先听点雄性的，好不好？雄性的好声来哦，好不好？再来一点雌性的。接下来，我们还是认真正常介绍这一组来宾，大来宾来了，可以说是我们汉将中学赛后演唱会的压轴。他们呢，发迹于台中当地的饶舌团体神驹十都，一起以他们直率不做作的嘻哈台音乐，深受我们每一位的喜爱，对不对？各种演出不断，而且今年。在我们也是棒球盛会，在经典赛带来经典的歌曲，陪伴中华队还有所有台湾棒球一起努力，陪伴中华队拿下我们的理想战役。而且他们的音乐不仅可以带动大家，还可以一起让所有朋友嗨起来，一起享受。如果大家是每一首 MV 几乎都是超过千万点击，各位朋友们，先点灯好不好？让他们看一下你的热情好吗？来，手机手灯举高，我知道现在录影的，你们刚好开灯哦。Everybody, are you ready? 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本土乐团篮球1111。Thank you.
手中唱。快快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。不会吧？
票房真不错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后来台湾人比较同意吃嘛，对。太真实哦，讲一点，不然给你拉票一下吧，呼吁大家多多进场来看电影。因为平常看你们在舞台上应该是很炸，结果没想到私底下聊天这么客气啊，就是觉得大家都好开心哦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接下来打起精神啊，我们要继续拍，对不对？我就直接帮大家问，接下来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你看，在唱歌之前，我发现我们三个人有一个人变得不太一样。你去看一下。不是看，是看他，瘦的啊，对不对？掌声鼓励一下。那我们分享一下，
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演。